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到了陕西眉县我朋友这里啊，带你们看他种这个猕猴桃，走，来进去看看。这就是我朋友种的猕猴桃啊，从浇灌到那个施肥授粉都是他一个人，相信你们见到他本人一定都很佩服他。博哥，哎，哎，现在来了啊，啊，认识好几年哈，没见过面，对对对，这都是你种的啊？对对对，这有多少亩啊？你种？这大概有几十亩了，种这么多啊？对对对。哦，这个从那个种植，你种了多少年了？种了14年了。14年了，从07年开始种的。哦，这个都需要怎么打理啊？这个刚开始种树的话，就是实生苗在地里，它长两年以后，你再把它一嫁接，再长两年开始挂果。对，刚开始挂果的话，少挂一点，不敢挂多。从这个那个种植、施肥、浇灌，都是你一个人？对对对。然后我妈也协助帮忙弄的。这猕猴桃都有什么品种？徐香。哪个口感好？徐香猕猴的话，就是说猕猴桃界的天花板了。你这是什么品种？我是徐香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啊，咱也分不清这是什么品种。你们没见过的不认识。现在能不能采摘？现在是到采摘的季节了，现在就是。这个季节就赶紧卖了。哦，这能不能挑个熟的吃啊？这个猕猴桃硬的不能吃的，摘下来的话要放4-5天的话才可以吃，它软的吃的。猕猴桃得摘下来以后得回去放软以后。放软才可以吃。今年产量怎么样？今年可以，今年产量大，应该1亩得到6-7千斤的呀。只是知道你种猕猴桃的，不知道你种这么多，博哥。今天来呢，主要是向你学习。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进步。也希望你有个好收成，卖个好价钱。咱视频前的哥哥姐姐看到视频的，也希望能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